不知道我妈，我怕她卡到。记得多晚，甚至没有缘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对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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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Say what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我们终于是好久没见了，对，然后听到他唱歌是很开心。我手上这一支就是我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吧，非常漂亮，非常好看。对，因为我自己在去年买了一支，希望看缘分了。从小就蛮喜欢 AP 的，然后觉得。刚好也过了35了，觉得可以有一支。有跟另外一半会买对表？对表，对表的习惯，我觉得还是看适不适合吧。对。有买一条送过另外一半？这留给我自己就好。还在努力中。对，好看，好，我还没有很仔细的逛。对，我等一下会很仔细的逛一下。今天送给女生很贵的礼物。对，会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可以的。我第一支 AP 是他，就是 AP 比较多人知道那个，就是皇家橡树，它是一个八卦造型，看起来就觉得很辟邪的感觉，很适合在当初买就会辟邪。就觉得很吉祥，送女生也会送这种很吉祥的八卦，可以啊，可以送八卦镜给女生的，当生日礼物什么，送艾草啊什么，香火袋啊。真心有送过类似这么传统的东西？我上个礼拜跟我妈有点小口角，就是她突然就觉得我说了一句她不太喜欢听的话，然后她就。觉得很生气，然后那一天都在跟我闹别扭，我就觉得好，他好奇怪。那一天的状态，我晚上的时候我就泡了一个艾草的那种泡脚的水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、妈，我觉得你要泡一下这个艾草，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今天怪怪。”我在帮你妈驱使。对，我在帮我妈，我怀疑她卡到。但是泡完它就好了，我们就是和我们就和好了。对对，所以相信 AP 表可能也有这种类似的功用。